广纳民众意见的同时，新庄地震事务所特别举办无匹式地震知识王的有奖征答活动。地震所表示，虽然活动只推出两个礼拜的时间，但是超过有90%的回收问卷率，显示成绩是十分的亮眼。不过重点是，这项活动也让参加的民众从中学习到许多地震新知识。为广纳民众意见，新庄地震事务所透过无匹式地震知识网有奖征答活动的举办，期盼和民众增进良好的互动。庄月桂主任表示，虽然活动只推出两个礼拜的时间，但是超过90%的回收问卷率，成绩十分亮眼。目前为止，我们共拍了74部的无匹式地震，也获得很多的回响，但是我们总是要去讨论。我们是不是还有更精进的部分，所以我们才会推出无匹式地震知识网。我们从6月8号至15号，我们本来预计要有100份的那个回收问卷，共有93份的问卷它也都适时的给我们一个回馈，作为我们今后无匹式地震的改进的一个方针。参加民众只要到地震所的网站观看影片之后再进行答题，全部答对并提出建议者，还有机会获得地震所精心赠送的这一份3C收纳包。对于这项地震知识网有奖征答活动，参加民众分享收获，吸收不少宝贵的地震新知。因为我本身就是地震相关科系毕业，然后这个地震的影片非常的厉害，它可以教我们很多地震的常识，让我们学以致用，在实务上非常的实用，然后也学习到很多知识，然后我希望可以抽到大奖哦。因为我平常就有在看新庄地震推出的 Oops 地震的系列影片，然后可以获得很多地震相关的知识。那这次活动呢，就可以回答影片相关的问题，就可以得到有奖，就可以得到奖品，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棒。我们考量在那个民众防疫期间，他是少出门嘛，所以我们新庄地震就推出了一系列的 Oops 地震，然后以轻松易懂的方式来解说地震的知识，让民众可透过这种生动活泼的影片，了解到你如何去办理案件，那接收地震的知识。有关民众权益的地震业务，其实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如果民众能够从浅显易懂的地震影片中加以说明之后，除了可以基本了解到如何办理各项案件等资讯外，同时也让民众对政府机关过去总是停留在传统一贯制式的风格的刻板印象有所突破。记者黄佑贤新庄报道。